好，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七龙珠里面当中的龙珠。哦，这次的作品呢是算比较简单类型的，那印完当下看起来就是真的蛮像乒乓球的，所以你要在星星的部分再上颜色之后，它看起来才会比较像龙珠一点。那有人可能会询问说，为什么不要印整颗龙珠就好了，而要把它拆件印呢？哦，这里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我们如果有在使用 3D 列印机，应该会知道说，我们如果要印一个圆球体是相当不容易的，除了底层要粘得住以外，你还要用支撑。假设你不用支撑要印得漂亮，想必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多。如果你对于印球体是非常有自信的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可以提供你整颗的档案给你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拆件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克服支撑以及第一层要粘合的那个部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底层就会变得比较宽广一点，好，相对的成功率比较高。再来，如果你把它拆成这样的时候，它就不用做支撑了，直接堆叠上来就没有问题了，再做粘合的动作。那这里呢，哦，当然有一些缺点啦。第一个就是你要粘得好其实不太容易，哦，它这里多多少少会看出有粘合的接缝。再来呢，哦，这里会有像角的现象产生，哦，像角就是我们 3D 列印机在列印的时候，底板它会加热，那加热物件在堆叠之后呢，有可能会有重量往下压，哦，导致最底下的这一层呢会往外扩散，哦，所以产生像角的状态。那如果有像角的状态，你粘合起来之后发现旁边就有一圈，哦，看起来有点像行星的那种感觉，会多了一圈，哦，这样子就不美观，哦，当然你在设定上可以去克服它，可以用补正的方式让它缩小，哦，那这部分就留给大家去尝试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直接在这里做倒角，哦，这样子能克服像角的现象，啊，当然也是有缺点的，因为你粘合起来这里就会有一个缝隙，哦，大家就去斟酌。那有兴趣的人呢，我会在底下放连结，哦，你可以点进去下载。